早上好呀，喝一半了才想起来给大家录个视频。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我这开工前的护肤，先用这个美容液你就往上推，一直往上推就行了，它可以快速的消个水肿。然后呢，就是把它这多余的那个按摩的精华还留在脸上，再贴一贴面膜。对，这样的话一整天也不容易卡粉。太粗鲁了，我的牙口还是不错的。然后敷完面膜呢之后，就等一会儿，趁这个时间可以吃点东西也行，做点准备什么的都可以。Later， 好了，把这咖啡在空腹的时候一口气全干了，有助于消水肿。Nice。哎呀，我这个脸呀，皮肤也太好了，我实在是太美了，沉浸在我自己的美貌中无法自拔。哎呦我的妈！然后就开始就是特别无聊，咱就开始准备化妆，护肤说错了，就这个化妆水，现在第一个这个眼药水特别好用，因为它可以去掉红血丝，让你眼白。这个眼球的白度会更白看起来。然后呢就爽肤水，你就拍，你就往脸上拍就完了，啪啪啪就哎，这个瓶口设计的太不好了，对于金牛座的我总是觉得很浪费。然后再用一个眼霜，这我就不说品牌了，之前小红书都发过很多次了。然后快速的按摩，然后就直接上一个那个兰蔻的乳液，是因为我后面还要擦防晒呀什么的，我就会精简护肤一点，要不脸上太多层容易化妆的时候搓泥。防晒是必须得擦的，这个防晒特别好用，是 CPB 他们家的，然后也是一样按在脸上，看这时候脸上已经也油光锃亮的了。哎呀，我这素颜怎么这么好看呀？这个呢是 Bobbi Brown 他们家的橘子霜，也是妆前，擦了它，你的妆会特别的服帖。其实擦了这么多的，已经非常够了。这就是我出工前的护肤，我要准备去化妆去啦，拜拜。